麻烦帮我送一罐可乐进来，谢谢。零卡可乐可以吗？零卡，无糖，无热量的可乐。完全抹杀掉，零卡的可乐不是可乐，是可悲。我们要去想，为什么会有零卡可乐这种东西？因为有人发现糖会让你不健康。你为什么会发现？你为什么要发现啊？是不是他看到你在喝可乐的时候，你好像很爽哦，我要来想些办法让你不爽，毁掉你所有的体验，抓到一些怎样都无所谓的把柄。这世界上所有很爽的东西都被试图阻止了，他们告诉你运动完不能马上喝冰水。运动完喝冰水吸收不好，以后不要这样。他们告诉你吃饱不能马上躺下来。吃饱不能马上躺下，消化会不好。他们告诉你被蚊子叮不能一直抓。不要抓，没有为什么，我只是想看你痛苦而已。他们告诉你不能偷看别人洗澡。不能。他们还一直跟你说你吃什么东西会致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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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致癌。不要再发现有什么很爽的事情不能做了，请停止这样的行为，也不要再发明什么零卡可乐、无酒精啤酒、沙拉、马赛克，停止抹杀乐趣这样的行为。一言不合，臭革命。